2019年要结束啦，今年不止整理了年度热门影片，还整理了其他年度影片。首先为各位带来的是年度歪楼影片。年度歪楼第五名，年末量体重，大家丝毫不在意阿玛几公斤，反而很在意影片中的奶猫叫声。大概有2万个人问为什么有小奶猫的叫声，我们还在照顾奶猫中，之后找机会跟大家分享。歪楼第四名，阿玛的一天，大家敲碗多时的七猫日常来到最后一集，没想到大家依然不想讨论阿玛，因为大家都觉得这集是奴才崩溃的一天，狸猫的一天，奴才倒霉的一天，奴才悲惨的一天。对不起，我们会再改标题。那猫是不是你大的？你最近软便对不对？歪楼第三名，帮柚子办婚礼，大概有3万个留言说以为新娘会是晚长，在此郑重跟各位致歉，我们会跟柚子讨论是否要再接纳一个妻子为妾。歪楼第二名，阿玛紧急送医，阿玛因为误食耳塞送医，没想到有土国的演算法非常专业，直接放耳塞的广告，最后大概有200万人看到那个耳塞的广告，希望耳塞业者能多少赞助阿玛一些医药费好吗？歪楼第一名，猫会吃肉会棒，为了避免影片被黄标，我们不敢太露骨的说被歪楼成什么，大家自己看画面吧，大家的想法都很大胆呢。再来是年度经典重播影片，若刚好拍到难得的搞笑片段，奴才后置时会不断重播让大家回味。今天搜集了每只猫经典的重播画面，首先是阿玛在三角生日里大出糗，继续还有在猫咪夜间障碍赛用肥肉挤开门的瞬间，阿玛走了，阿玛走了，阿玛走了。招娣在迷宫运动会中飞越城墙，姿态非常优美，以及阿玛入洞房影片中招娣归周被后置玩坏。三角在晚长和收收的生日这集大丢脸，三度挑战了避难所的极限，都不是，是挑战自己的极限。三角，聪明聪明，不行，怎么会觉得自己可以呢？第三次，三角。索科尔斯在隐形墙挑战里展现了柔软曼妙的身材，证明了自己拥有阿玛所没有的才能。哦，可以哦。露露在三角生日里展现苦练多时的轻功。但却不小心在鬼屋历险记中被鬼吓到肚肚颤抖。柚子的表现非常多，在猫咪跳高挑战里表演跳高。在隐形墙挑战里表演撞墙。在柚子赖着不走里表演假车祸。柚子。在晚长和收收的生日里表演被箱子吃掉。在猫会吃香菜里展现他惊人的表情。哎哦，他会哪里？后还有在新后宫都睡哪了里表演昏倒。柚子现在跑进来这边睡，他刚刚是抢嘟嘟。对，两方对，两方对，两方。柚子可以说是后宫的戏精。而晚常在隐形墙挑战表演紧急刹车。在我们搬家了表演一段舞蹈，在晚长治病去表演倒车，八苦八苦，每只猫的表现都很棒对吧？最后就来看看今年年度热门影片啦，来看看你是不是每集都看过呢。第十名出宫过夜去，我们继续整理这边。哇，收收在那边吃啊。阿玛换你了，等很久了。第九名，猫咪跳高挑战，再来一层。第八名，怎么可能忘了你？都能把烦恼全化成喜剧，怎么？第七名，新后宫大探险。哇，阿妈，阿妈上去了，阿妈。
你居然上去了！这个就是重量测试啊。第六名纸箱迷宫大挑战。妈走了，艾玛走了，艾玛突破得了 S 型吗？可以这样子哦。可以。第五名，阿玛其实不是橘猫。阿玛的毛色做了色票的管理，当天的毛色就是7563，所以我就要把这个毛色调到接近这个，对，差不多7563，差不多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这是调好的，对不对？那原本很好，原本其实是这样。所以像阿玛他这样子的毛色，其实真的是第一次看到。第四名，猫视力测验。柚子，你不可以打小猫哦，好软哦。第三名，猫遇地震的反应。第二名，我们搬家了。去新家哦，你应该在哪栋？你会先去住别人家，然后就不会回来这里了，会去新家。再来就是年度冠军，没错，第一名是阿玛紧急送医，谢谢大家这么关心阿玛的健康，还好最后都平安无事。那很乖啊，对，今天非常的安静。有啊，叫了叫了，哎，谢谢大家2019年的陪伴，今年也完成了好多事情。最值得一提的是，今年阿玛频道的每周五更新没有停过，给我们的奴才和小帮手们拍拍手。还有就是筹备了很久的相遇10周年小店铺开张了，而且入场免费，大家记得要去逛逛哦。希望明年2020年开始，大家都要健健康康，心情愉快，天天吃饱哦。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我们明年见啦。不可以这样抹 BP 好不好？我的被子又不是你的卫生纸，你知道吗？自己去做一个奖牌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就是 YouTube 的那个。